实就已经失去了《易经》是容易的经典这么一个基本的诉求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影带中，我想为大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应用正确的易经去接触易经，正确的易经之学问去接触易经，这样大家在武术学习上面才不会被所谓的名家有名的大师所欺骗，而学到了许多错误的学问。而学到错误的学问最大的影响，其实不在于我们会欺骗他人啊，或让更多人学到错误知识，而最重要因素是，我相信所有武术的学习者都会将你所学的武术用于自身之上，而用于自身后的结果，就是因为大家用的是错误的学理，所以最后导致错误的人生结果，甚至于发生了俗言说学武术者必有一破，不是孤就是妖，不然就是贫，会有孤妖贫并不是注定并不是正确的结果，并不是正确的那个的结果啦，对，不是正确结果，而是造成学武术的人常常会有孤妖贫的结果，是因为大家所学的知识其实99%都是错误的，所以用错误的学理而用于自身之上，那么他的人生自然就是走向错误而不好的结果。